他这个，我知道，所以嘛比较方便嘛。对，我身体小，还不能带大的。对。 我没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重了。哎，大的我来。啊？丢了东西不要找我。我也没有那么近。现在学生上课的时候，嘿，老师，干嘛上课中还要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对对对。 注意啊！咱们悼念祖师爷，三鞠躬。鞠躬！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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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鞠躬！咱们往这边错一下，往这边，往那边。 就往这儿，念老师，嗯，默哀一分钟啊！好，李斌，好，向老师三鞠躬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李斌，下边。 包新建先生，给我们讲话。刘嘉林，站长，这是李工程的弟子。开始表演。
他是小家伙上，叫什么呀？跟我一样姓乔。 多次在北京市和全国的比赛中取得名次。哎，你好，小姐，保驾，保驾啊！你见了呀？